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。 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Hermes 这个品牌。大家呈现在大家眼前，大家都看到是这个 Garden Party 的系列啦。咁呢一個 size 咧就係36 size 嚟嘅。咁 Garden Party 咧佢都會有分30同36 size。咁我覺得36 size 咧係實在超級實用啦，而且又可以裝到好多嘢。咁你擺 A4 size 嗰啲咧都冇問題嘅。咁而 Garden Party 咧喺愛馬仕當中咧，佢算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設計啦，而且有代表性嘅。咁如果人哋你拎上身一望咧，大家都知道係Hermes 品牌噶啦，咁佢咧多數會用皮質啦、全皮質啦，同埋帆布加平皮嘅。咁我呢一個咧就係、全皮質製造嘅。咁你大家睇一睇佢個牛皮啦，咁非常之襟用啦，而且都比較挺身嘅。同埋咧呢一個顏色咧係71色法國藍，超級靚嘅藍色嚟嘅。咁 Garden Party 多數咧都係冇分呢個金銀扣噶啦，佢呢一個咧多數都會係用咗係銀色去設計啦。咁佢底部亦都係冇任何嘅釘釘嘅。咁我開俾大家睇下佢入邊嘅容量空間啦。咁佢裏邊嘅設計啦，係呢度咧係帆布啦，咁佢底部咧就係呢一個皮製造啦，咁就防止你如果裝得重嘢嘅話咧，佢就唔會墜咗落嚟啦。咁另外佢亦都好有貼心咁樣設計咗一個拉鏈嘅袋。咁呢一個袋嘅入邊嘅容量咧都非常之大嘅，咁你可以放呢一個私人物品都 OK 冇問題。咁如果有啲人覺得太簡單嘅話，即係好驚摷嘢摷得即係摷唔到嘅話咧，你就可以買翻個內膽袋啦，咁個人就整齊少少，同埋容易啲拎嘢啦。咁如果你覺得都係唔夠你啊，咁你呢度咧佢有個拍鈕嘅，可以俾你打開。咁你左右兩邊打開咧，咁佢個容量咧就更加大啦。咁我依家示範上身圖俾大家望下。如果你手拎啦，就手玩其實都 OK 嘅。咁佢 Garden Party 36 size 咧，其實佢係可以上到膊啦。咁如果你用耐少少嘅話，佢手柄位會長翻少少嘅，咁你更加容易啲上膊啦。咁如果有啲人咧覺得太簡單啦，咁可以加條絲巾啦，或者加個馬仔嘅。咁我而家加個馬仔俾大家望。咁你呢一個 size 36就多數都係加中碼噶啦，咁你可以咁樣加落去啦，咁咪增加咗個袋嘅特色啦，令到個袋就冇咁單調。好啦，我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啦，唔知道大家對呢一個袋有冇興趣呢？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過嚟尖沙咀門市揾我購買，亦都可以下載 apps 購買噶。我哋除咗呢一隻顏色，仲有其他顏色嘅。咁你記得分享 share 出去，仲要訂閱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